土耳其的手工艺品。吃着酒店准备的早餐，他的早餐是自由式的。等下给你们看看有什么东西吃。这边有面啦，煮面。沙桂，沙桂，有烤饭。鱼粥、草莓盖，还有捞，还有火腿，还有什么吧？炸鸡，还有点寿司，还有。现在就是蛋的 station。它的餐厅好像鸟笼似的，真的鸟味道，都不得听到鸟叫。它的 design 有点像鸟的巢。Hello， 又是我放工的，现在去走走，带我们去走走。看这个hotel的屋顶是不是很特别？我是在 Pan Pacific 附近。OK， 我继续走去我要去的地方。今天要走差不多1公里，差不多15分钟这样，有点远。A few moments later， Hello， 大家，我来到了这个 Hazy Lane。哇哦！很热闹这边。看到一间店很特别，里面全部都是灯的，很美的灯。土耳其的啊，找到一间店，我想去试的了，就是这间阿拉比卡，去看有没有开。现在它好像6点就关了。去看看还有没有卖咖啡。哦哦，阿拉比卡关店了。这里很多土耳其餐，还有那个一定很多土耳其餐。Turkish。
土耳其的手工艺品店。这个建筑物很美哦。来到这边的 Bugis Street， 这个是 Bugis Junction。Bugis Street 到了。一点像 Petaling Street 的感觉。今晚吃面，拉面。它的拉面的味道不错，蛮好吃一些，它的汤很够味。Hello， 大家，我已经来到了这边叫 Marina San Casino 这边。哇哦 ，Casino！ 我会去赌场，去走走这边逛逛 Marina San。哇，这边很大。去看他的 Apple Store， 下面有点小船。看，我走去他们的 Apple Store 看看一下。这边有点 Gordon Ramsay 的 Kitchen。啊，明天如果有空的话，我会过来试一试。Gordon Ramsay， 来到了 Apple Store， 这家 Apple Store 很特别，你看很大间，还好今天来看看一下。哇，你看。电梯，坐到电梯上去，去一个好像一个 dome 的地方，要到了。哇哦，好美哦！你看这个一个 dome 这样的地方。这个是外面的风景，应该是看不到它，因为这边是黄色的。我们看得到，我们看得到。那摩天轮应该是看不到的，摩天轮在哪？这个还没有到，这是洞的地方。看到吗？这边一个苹果的 logo， 这边，这边外面就是喷泉，真的很美。
天我就在那边测东西。那对面的海岸，今天来这边看那个 water show， 还有一个很美丽的东西，你看这个，这就是 Apple Store。刚才我就是在这个里面拍照，很美哦。这个就是和那个新加坡的 Art Science Museum， 在这个 Marina Sands 的旁边。特别的一个建筑物，来到了这个 Active Garden， 这是 Garden by the Bay 那个地方，就在这个 Marina Sand 里面，来这边走走。这就是 Helix Bridge。好像是跟着 DNA 的形状来制造的桥。The next day， Hello， 来到这边吃晚餐。这里是吃猪肉粉的。今天我朋友带我来这边吃晚餐，他说这边的猪肉粉非常好吃。哇，要排队排这么久啊！这个是 Michelin Star 推荐的美食中心，今天来试试这个猪肉粉。这个猪肉粉的味道很特别，在马来西亚我从来没有试过，它是有一点醋的味道，都是酸酸的。这家剪刀剪加利饭听说好像也是很出名，下次来试一试。Hello， 大家，你看我来到这边了，一个很美的，好像 church 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很美哦。好像教堂式的建筑物，很美很美。来，我们周围看看。那里面是怎样的？我去看一下。完美。下面很多喝酒的地方，下面很 happening 哦，可以来这边啊。跟朋友们喝喝酒哦。哇哦，在这样的地方喝酒真的是很有气氛。 The next day， Hello， 现在是星期五，我在这边住了差不多第五个晚上啊，要去吃早餐。给你看看这边环境是怎样的，早上是长这样的。那边就是吃早餐的地方，那边
这间酒店真的是很美，去吃早餐哦。这个很方便啊，auto baggage， 谢谢你， okay, 很好，拜。这个是 auto baggage drop off， 很方便，可以自己 check in， 不用排队。所以通常我们这边做了登记 check in 过后，我 bring 那个 badge tag 出来，给我拿来这边，这边就可以做你的 check in， 还有寄你的 luggage。很方便哦，很快，不用排队。现在啊，我的飞机是4:40，现在要早一点恭喜吃。很多人呢，很多人来逛逛一下，还有顺便早点恭喜吃。OK， 这边上来 Swarovski 那边 Terminal 可以上来，这边就一个很大的 food court，food court 的东西好像不错，吃一下，有一这间。Michelin Star 那天我去吃的猪肉粉，哎，我 order 了这个，我再吃多一次。这边是 self service， self pay， 背了过后他出一张纸，要你拿，等他叫你的号码。就是这边开放式的，是我 order 了这间大黄。哎，这个是我的那个面。我朋友讲这间是分行，可能味道没有这样好吃。OK， 我就试试吧。它的麦香是很香的。